人民想过的是好日子，不想再过苦日子。没想到新政府只会混日子，做事还要选日子。选前告诉人家他很有路，跟着走就一定看到路，想不到上台至今一直走错路，搞到人人看不到路，本来期待的走新路，结果政府给了一条老路。人民想跟着找出路，政府就带大家兜远路，商家急求一条生路，反而被他搞到迷路。人民给出去的是前途，政府却拿来当作赌注啊！西蒙政府找来找去找不到路，既然完全没有门路，那就不要继续挡路。人民的幸福我们来顾，我们有思路，我们有通路，最后肯定会帮人民杀出一条血路。